9月6日，杨洋在微博上晒出一组照片，并配文，收到了导演给我的礼物，太喜欢了，谢谢导演。恭喜我的连长杀青，感谢新兵连中有你的陪伴，辛苦了。照片中，杨洋装备齐全，动作潇洒，站姿笔直。此前曝光的军装寸头造型也颇受好评，特地发博庆祝同组演员杀青，也能看出感情非常深厚。微博发出后，粉丝们也纷纷评论道：恭喜连长杀青，哥哥也辛苦了，拍戏辛苦，非常期待这部特战荣耀了。